导读：喜大普奔。在近期，对于农村地区传来了一些好消息，那就是可以领取退休金的人员扩张了，把原本只能由村干部领取的退休金扩展为不是村干部农民也有退休金了，领取退休金人员的范围更加大了，以下的这三类人就成了新政策可以领取到退休金的人了，每月至少有1000元的补贴，快来看看你所从事的行业有没有。第一类，工厂职工。工厂职工尤其是从事流水线的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可以说是一刻都不能停歇，要保持着自己的动作认真的干下去。工厂职工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万幸的是福利没有忘记他们，从事工厂职工的人也有退休金可以领取了，在到达一定的年纪，也就是退休之后，可以领到退休金，每个月都有1000元补贴，可以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了。第二类，退伍老军人。